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秦人经过几代的经营，终于在秦始皇即位后，于公元前221年大败长期割据称雄的六国，以暴力完成中国的大一统。而他的残酷无道也备受后人的谴责。古都西安以东20公里是临潼县城，县城东南不远就是著名的骊山。骊山自古为名胜之地，留有西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烽火台和唐玄宗杨贵妃游乐的华清池等古迹。而且骊山盛产金和玉，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而葬焉。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葬在骊山北麓。秦始皇名嬴政，于公元前259年生于赵国，是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建立西周，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的统治。西周初期分封不少大小诸侯分别统治各地，每一诸侯的势力范围即是诸侯国，距今可考的诸侯国大约有130个之多。诸侯要接受周天子的调遣，率军队参战和保护王室，向国王朝觐纳贡。西周最后一位国君周幽王荒淫暴虐，自己整天沉溺于酒色，不问政事，外部又受犬戎部落的攻击。此时的西周王朝已是风中之烛，苟延残喘。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骊山烽火戏诸侯，导致都城被犬戎攻破，周幽王在仓皇逃命中也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下。幽王死后，周平王依靠郑伯、魏公等大诸侯的协助，战败犬戎，收复了失地，将国都向东迁到洛阳。以后的周朝在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共传25王，历500多年。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周天子仅存空名，西周时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战国时期，周王室已开始衰落，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再加上诸侯国相互兼并，大国陆续出现了政令公战自诸侯出的局面。周天子也仅仅成了名义上的共主，特别是到战国时期，周王朝仅作为一个小国而存在，并不代表一个历史时期了。直到周的领域全被秦国吞并，而秦最初也是向周臣服之国。秦开国君主是秦庄公之子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分封为诸侯。周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封给秦人，秦国正式分封了疆土。到秦穆公时，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当时的国都雍城四周筑有巨大的方形城垣，周围一公里，城内修建起宏伟壮观的宫殿和宗庙建筑。在2600多年后，雍城昔日的辉煌已荡然无存了。考古工作者在雍城旁边还发现了18座大型秦宫墓葬，已发掘的秦宫一号大墓，其面积相当于2个标准篮球场大，深达24米，相当于现在8层楼高。到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国力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并定都咸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学派云集咸阳，仰视之风也逐渐兴盛。相国吕不韦有食客多至3000。当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都以仰视闻名，但在文化上却没有什么大作为。而吕不韦却能聚集文人学士著书立说，编成著名的《吕氏春秋》。书写成后出布告，称有能增减一字的就赏1000金，后来用一字千金称赞诗文精妙。公元前247年，嬴政即位，年仅13岁，由相国吕不韦和太后宠信的宦官专权。公元前238年，嬴政开始亲政，并镇压宦官叛乱，免吕不韦相职，任用李斯，又派大将王翦等继续进行统一战争。经过10年，才消灭割据称雄的6国。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即秦朝，都城设在咸阳。秦嬴政统一天下后，认为自己德高于三皇，功盖过五帝，于是合并古代三皇与五帝的称号，称为皇帝。又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所以称始皇帝。自从秦始皇后，皇帝的称号被历代封建帝王沿用了200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秦人经过几代的经营，终于在秦始皇即位后，于公元前221年打败长期割据称雄的6国，以暴力完成中国的大一统。而他的残酷无道也备受后人的谴责。秦始皇登基以来，扫平6国，韩国首当其冲。这时韩王派了水利专家郑国来到秦国，想以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来拖垮秦国，史称疲秦之计。郑国渠全长150公里，花了10年建成。可是郑国渠的修成
未能疲秦，反而使秦国更加富饶强盛，关中地区成为一片沃野。战国时，为抵制匈奴的入侵骚扰，秦、赵、魏、燕等国都筑有防御匈奴的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蒙恬率兵30万收复河南，讨伐匈奴。在原来各国的旧长城基础上进行增建，把北方的长城连在一起，成为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成为屹立在秦王朝北方的一道屏障。如今，万里长城依然以巍峨的雄姿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公元前221年，39岁的秦嬴政统一六国称始皇帝后，推行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如皇权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拆除诸侯国设立的关卡障碍，修建长城等，并统一了货币，一律定为方孔元钱，这对商品流通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的同时，统一了文字。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以原秦国字体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一种笔画简省、书法方便的小篆，作为官书文告的规范文字，推行全国使用。其他统一措施如车同轨，即以咸阳为中心向全国修驰道，道宽50步。这些措施有利于巩固统一、加强统治，但赋税繁重、行政苛暴激化了阶级矛盾。在秦始皇残暴统治下，焚书坑儒、修长城、筑秦陵、造阿房宫，民不聊生，依靠刀剑与血火支撑的秦王朝已经危机四伏。秦始皇时期最著名的暴政之一就是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毁有些书籍，并将建议交臣下商讨。丞相李斯提出，要是臣民以古论今，只有对国家不利。他更主张凡私人教学一律禁止，以杜绝诽谤。于是诏令，凡在日常语言中引证古典，或是以古代事例评议时事，都得判死刑。所焚毁的书籍包括秦以外的历史古典作品和诸子百家的哲学。第二年又有坑儒事件，秦始皇收养了许多占星学家和炼丹的术士，当中有两人为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他们没有找到，而背后指斥始皇性情躁急，不符合长寿的条件。始皇大怒之下，令卫士在都城挨家搜索，被捕者有400多人，最后这400多人全部被活埋。秦始皇长子扶苏曾前去劝阻，也被贬到边关。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壮举的同时，像历代统治者一样，对于自己的都城和陵墓的营建十分重视。他在都城咸阳北垣上仿建6朝宫殿，即每打败一个国家，仿照这个国家的宫殿形式，在咸阳照样重建一个。
另外，他还在国内建了许多离宫，其中阿房宫更是举世闻名。据文献记载，仅是阿房宫前殿，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面可坐万人，下面可竖起5丈高的旗帜。位于西安市三桥镇阿房宫村附近的宫殿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由此可见当年的雄姿。为了防止天下人民反抗，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外，他下令收缴天下所有兵器，铸成12个庞大铜人，放置在殿前，以贯彻皇帝的决心，从此中土不建兵革。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出巡到东海，回归途中病死于沙丘，终年50岁。秦始皇在临死前曾留下遗诏，让长子扶苏继位，但是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密谋，篡改诏书，发动政变，派使者赐扶苏自尽，另立秦始皇小儿子胡亥为皇帝。秦二世胡亥继位后，把所有兄弟姐妹用残忍手段全部杀掉，埋葬于秦始皇陵附近。而秦二世继承皇位不过9个月，被赵高派人杀死，另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为秦王，而公子婴也仅仅当了46天的秦王，就向刘邦投降了。公元前206年，秦王朝为刘邦领导的起义军所灭，共立3主，首尾才15年。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却也是最短命的一个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秦人经过几代的经营，终于在秦始皇即位后，于公元前221年打败长期割据称雄的6国，以暴力完成中国的大一统。而他的残酷无道也备受后人的谴责。秦始皇即位第二年，就不惜耗费巨资，开始给自己在骊山营建规模庞大的陵墓。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建设规模更加巨大。至公元前209年，秦始皇死亡并葬入地宫，陵园工程尚未全部完成。秦始皇执政37年，前后修建达39年。从全国征发的驻陵人数最多时达72万人，无数刑徒百姓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留下了以秦始皇为主体，包括兵马俑在内的伟大的陵园工程。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在那遥远的2200多年前，通往秦都咸阳的驿道上，一对对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刑徒，在身着铠甲、手持长戈的兵卒押解下，艰难而缓慢地行进着，去为秦始皇修建陵墓。秦始皇陵规模宏大，据探测，范围有56平方公里，陵冢限高46米。底边周长1400米，全部为人工夯筑。
但与当年规模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史记称秦始皇陵分高50余丈，周4-5里余，即当时陵高120多米，封土周长2000多米。地宫是陵墓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放置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位于封土堆下。秦始皇陵至今没有发掘，地宫里究竟埋藏着多少奇珍异宝无从得知。据说地宫已挖到3层地下泉水，地宫穹顶用夜明珠镶嵌成日月星辰，下面铸成9州5岳江河湖海的全国地貌，河流中用水银灌注，使之川流不息。1981年，专家对秦始皇陵封土进行汞测量，发现水银含量超过正常10倍，确实证实了关于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历史记载。始皇陵地宫的结构及其设置在文献上记载很多，如石椁为油管，人高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浮砚等等。传说地宫内处处有暗棺，以防止盗墓者，不少匠役因为熟悉内情过多而被活埋于陵寝之内。秦始皇陵设计布局仿秦都咸阳，在高大的覆斗形封土外围筑有内城和外城2重城墙，城墙均以夯土筑成。封土西侧约20米处发现了铜车马坑，内有大型彩绘铜车马2乘。西侧内外城垣之间发现了大型马厩坑、跪坐俑坑、真禽兽坑。此外，附近地区还发现了马厩坑、秦始皇子女后宫等人的陪葬墓等遗址。秦始皇陵区内最为惊人的发现是陵园东侧的兵马俑坑，它位于皇陵东侧1.5公里处的西洋村，1974年当地农民打井时发现。这是一处旨在拱卫陵墓而模拟阵兵的俑坑，一共有4个坑，组成一个显示秦王朝军事实力的整体。4个坑分作南北2行，呈坐西向东的排列，布局紧凑。俑坑是坑道式的地下土木结构建筑，后来经过火焚或人为的破坏，尽管坑内人仰马翻、焦痕累累，但经过考古发掘，终于将当时的庞大阵容复原出来，估计有7000个陶俑，用实用的兵器、战车和陶马防卫始皇的陵寝。全部结构一方面表现设计之大气魄，一方面也表现着细微之处的精致认真。所塑陶俑好像是根据活人为模型仿制，没有2个是一模一样的。目前出土的资料已经令人赞叹，但是专家预断，更多的陶俑、马匹和战车可能会埋葬在秦始皇陵园的另外3面。如果真是这样，那现在所出土的只不过是全数的1/4。秦始皇统一中国，
在历史上曾经起了进步作用，也算是历史上颇有远见的封建帝王。但是他横征暴敛，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如此浩大奢华的工程，使人民深受其害。秦始皇陵地宫是按地下王国构想的，规模宏大，建筑辉煌。他幻想死后同在人间一样统御天下，尽享荣华富贵。但始皇入葬仅四年，他的皇陵即被项羽纵火焚毁，将始皇陵的地面建筑烧得荡然无存，兵马俑也被殃及。有朝一日地宫被考古发掘，那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极为壮观的考古发现。这座反映秦代科技水平和灿烂艺术的文物宝库，将和兵马俑、铜车马一样，再次震惊世界。1978年9月，当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来到秦俑发掘工地，他惊叹道：世界上已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秦始皇兵马俑是无意中被发现的。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西阳村的村民在骊山秦始皇陵东侧约1.5公里的地方打井时，意外地发现了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陶制人头、人身和手。在秦始皇陵发现大型陶俑的消息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且批准考古队进行勘探发掘，一项重大壮观的发掘由此揭开帷幕。考古人员陆续清理出1号、2号、3号兵马俑坑。在1号兵马俑坑的中部北侧，还发现了一个未建成的兵马俑坑。未建成的原因应该与秦末农民起义有关。1号兵马俊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埋藏着6000多件兵马俑和数十辆木质战车。俑坑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方形坑，是座坑道式的地下土木结构建筑。坑道底地面铺着绳纹砖，俑坑内四侧有长廊环绕，坑中有9条东西向过洞，过洞与过洞之间以夯土墙相隔，每一过洞中均有列四路纵队的武士俑。9个过洞的36路纵队兵马俑与南北边阔的2路兵马俑加在一起，一号坑内的兵马俑呈38路纵队排列，气势磅礴。在隔墙两侧和土坑四周密集排列着木立柱，木立柱顶端横架木梁构成框架，框架上搭架木板，覆盖着一层芦苇或竹席，而后再填泥加土。从砖面到顶棚高约3米，中间放置兵马俑。但由于俑坑早已塌陷，出土的陶俑陶马基本上已破碎，这表明俑坑在建成不久就遭到了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在一号坑9个过洞内是战车与步兵俑相间排列的庞大军阵，全部为站立姿态，面向东方。
该坑以车兵为主体，车兵和步兵联合编队，形成矩形方阵，方阵中又可分辨出前锋、左翼、右翼、后卫及中间的主体部队，布阵合理，排列紧密。其中左翼、右翼、后卫这些兵勇面朝外排列，可以监视防范从不同方向进攻的入侵者，起到护卫主体部队的作用。据推测，一号坑内总共埋葬的陶俑陶马约有6000件。目前经局部发掘，已出土各类武士俑1087个，木质战车8乘，和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32匹，各种青铜兵器39000多件。在清理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专家们发现有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150公斤的陶俑压弯，弯曲程度超过45度。将陶俑移开，又窄又薄的青铜剑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复原。青铜剑长90厘米左右，剑身上共有8个棱面。专家们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8个棱面之间的误差还不到1根头发丝。青铜剑在4到5米深的黄土下沉睡了2100多年，出土时仍寒光闪闪，极其锋利，一下子可划透19张纸。经专家们测定，秦青铜剑表层有1到1.5毫米的氧化膜，氧化膜中含2%的铬。这一发现一经公布，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德国人在1937年率先发现的，美国人在1950年发现后申报了专利，而防锈时间一般只能60年左右。二号兵马俑坑在一号俑坑北20米处，是一个曲尺形的地下军阵，通长96米，宽84米，深约5米，总面积6000平方米。这是一个由车兵、步兵、骑兵组成的特种兵集团军阵。此坑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集当时的各兵种于同一个阵列中。4个由不同兵种组成的方阵，联合组成一个独立的兵阵。如遇阵战，则可以灵活机动，形成包抄的冲击力量。二号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弩兵俑。弩兵俑共有334件。军队最前面的是一对立射俑，一对跪射俑紧随其后，两侧为骑兵俑。军队中央有战车64辆。从二号俑坑总体布局看，是一种攻防结合、进可攻、退可守的军阵。三号俑坑是3个坑中最小的一个，在一号坑西北25米处，平面呈凹字形，面积只有520平方米。坑内最中心停放有滑盖的战车1乘，战车后有4件带长冠的陶俑，在南北两侧室里分别布有夹道而立的武士俑64件，手持长书，身披铠甲，沿四周相向排列。从外观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卫队。三号坑出土的主要武器为铜书，并在坑内发现了鹿角及动物朽骨等。三号坑虽小，但地位重要，它是秦俑坑的统帅部。但在坑内并没有见到统帅俑，可能因为按秦制，每次出征前由秦王临时指令一名将帅任统帅，工匠们不敢随意塑造一位做统帅，也有可能是因为秦始皇是秦军的最高统帅。
为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和神圣尊严，不能把秦始皇的形象塑造在兵马俑坑中。1978年9月，当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来到秦俑发掘工地，他惊叹道：世界上已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俑是我国古代墓葬中模仿生人形象而制作的一种陪葬品。在奴隶制时代，由于残酷的杀殉制度，劳动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封建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后，为了富国强兵，注重耕战，劳动者的地位也有所改变。于是依照活人形象制成俑，以满足统治阶级借以表现他们生前的权势和享乐生活的需要。因此以俑随葬是人殉制度的继续，但是以俑来代替人殉葬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由于俑是一种代替活人殉葬的陪葬品，而殉葬者又都出自社会的下层，所以他们的形象都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再现。继人俑出现后，各种动物俑也相继出现，制作俑的材料也不限于土木，而是增加了玉、铜、石、三彩等种类。秦兵马俑是陶制俑，即用粘土烧制的俑。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秦始皇从葬而设的，俑坑以其庞大的规模成为陵园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兵马俑的布置以阵兵的形式出现，显示了扫除六国的精锐秦师的宏大气势。秦是战国著名军事强国，拥有上千辆战车、数万匹战马、百余万雄兵。秦始皇凭借这支强大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兼并六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出土的兵马俑使人们亲眼目睹威武壮阔的营阵场景，了解秦军将士的风采，窥视当时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的脉络。秦始皇建造兵马俑坑是为了在死后也能继续统帅强大的秦国。秦俑坑兵马俑象征着住在京城内外的宿卫军。一号坑军阵为右军，二号坑军阵为左军，未建成的四号坑为中军，而三号坑是统帅右、左、中三军的军墓。秦俑军阵是雁行军阵的再现，与孙子兵法十阵中方阵的布置完全吻合。方阵之法，必伯中后旁，居阵在后。战争开始，弓弩手放箭，一号坑步兵主力向前推进，同时二号坑骑兵与车兵袭击敌军侧翼。一号坑步兵主力在接敌的同时将队伍散开，和车兵骑兵共同将敌军包围，达到歼灭的目的。
以大量兵马俑作为陪葬，在秦代以前尚无先例，而秦以后，这种葬仪似乎成了一种风气。因此，秦俑可以说是开兵马俑之先河。但是，秦俑的高度等同于真人，甚至较真人高大，后世帝王陵墓中绝未见到如此规模的俑群，因此这也是空前绝后的。秦兵马俑反映了秦代雕塑艺术的水平，它们令人信服地显示了秦代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所有陶俑陶马与真人真马大小比例相仿，许多细部刻画的真实精巧，富于质感。特别是俑头部的塑造更是惟妙惟肖，通过肌肉纹理和眉眼口鼻的细致处理，展现了陶俑的表情和性格。陶俑造型大多具有关中地区人民的特征，方脸宽额，大嘴厚唇，留八字胡，抬头挺腹，身材高大健壮，身高有的达1米9以上。还有一些陶俑模样很像西北的少数民族。秦兵马俑在出土前早已遭到焚毁，一号坑全部和二号坑的一部分都是因为被火焚烧后塌陷的，坑道内有明显被火烧过的痕迹。陶俑陶马身上的彩绘经火烤大部分脱落了，被砸后断成数段或成为碎片，完整的很少。现在展出的兵马俑都是技术人员经过精心拼接修复过的。这场劫难是如何发生的呢？目前许多学者认为，秦之后项羽率大军来过秦始皇陵，并火烧陵园地面建筑，兵马俑坑作为陵园的一部分在劫难逃，遭到洗劫焚毁。据《汉书》《史记》等史籍记载，项羽曾引兵入关，血洗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王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但上述史书中并没有一个字明确记述项羽军队焚烧秦兵马俑坑，甚至连秦始皇陵前有无兵马俑这一地下军事建筑也只字未提。因此，把焚毁兵马俑坑的罪名加在项羽头上，这只不过是后人臆测而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秦兵马俑坑完全是由于坑内产生的沼气引起自然燃烧而焚毁的。但是为什么只烧了一号、二号坑，三号坑却没有起火呢？有人甚至怀疑，这兵马俑坑并不属于秦始皇，而是属于秦宣太后，但这也没有得到证实。